戴着牛仔帽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一走到活动会场，就像看到偶像一样，不少人拿起手机拍不停外，连毛小孩看到市长也想讨抱抱。来，我抱一个，我抱一个。新北市多元文化节即日起到四月底办了系列活动，主题就是我混这条街，世界音乐派对。市长热情和音乐团体合唱，还帮忙拿乐器打拍子，唱得嗨也没忘了防疫口罩戴紧紧。新北市的特色，它是外县市移民的大故乡，所以多元文化其实不是只有从国外回来的新住民，还有很多很多从各县市来的族群，这才串起我们新北市多元生命力能够扎根萌芽。现场超过二十个多元文化摊位，横跨四大洲，总计超过十种文化齐聚一堂，要混搭出新的可能。TVBS 的新闻综合报道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